接北京没得说，群防群治好处多，社区治安你靠谁？治保主任我刘大哥，鼓掌。你看看咱这人缘，谁不认识我呀？知名度这么高，治保主任，啊、治保主任是赵大姐哈，就你记性好，对，是赵大姐，但是赵大姐，她是刘大哥的老婆。别看他在外边他是治保主任，到家里我包准治他，不是跟你吹牛。我说六他不敢说七，我说东他不敢说西，我说你给我站好了。咋的？吓死我了！起来，你在这捣鼓啥立正少息呢？就让你稍微休息休息嘛。来来来来，还休息啥呀？累坏了最近。哎呀，休息啥呀？这老百姓的平安日子不都得靠咱们天天努力呀？你看，我这刚开完市里的表彰会，人家警察家属都有被表彰的，可你呢？啊？那身为我治保主任的家属，哎，你能说出刚才这样的话来？不是，你可忒丢人了。我这不为你好吗？你这，哈，为我好？啊，行。你要是真为我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看见了吗？就咱们这一片 啊，从今往后，不管是早事儿、夜事儿，还是大小超事儿，都给我盯得死死的。不是，哎，一定要保证零发案率。不是，最好啊，还能给我抓着个小偷啥的。抓小偷，小偷见着我就跑。那为啥见着你就跑啊？你这一块谁不认识我呀？城管、消防、卫生都认识我。对。这些年呢，没少给人家添麻烦。嗨，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现在要去趟派出所，跟新来的高所长汇报点情况。不是，有啥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哎，你等会儿我，在这儿好好看着。我哎哎，我这不倒霉催的吗？我看大门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打跟前一过，我看人看到骨头里。看贼看到骨髓里，贼什么样我告诉你，贼呀、啊、有贼相，一般情况下穿一黑色皮夹克，大白天戴墨镜，那眼学嘛，尤其是那个偷自行车的贼，哎呀下手快极了，一弯身这贼呀、啊、我你说这月都丢了三回钥匙，你说我什么记性？我这是，我得把他拖住了。哎，家伙不顺手吧？是，第一回干吧，这月翘三回了。又是老贼，我的。哎，大哥，啊，你这有钳子吗？没有。藏着走，哎，站住！搁那儿，搁那儿。知道这谁地盘吗？谁地盘？告诉你，嗯，这周围甭管自行车、电动车啊、摩托车、小汽车，就是小孩的学步车。都归我管，看车的，看车的干什么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咱俩是同行，我偷的车比你坐的车都多。哎呦，哼，今儿上任第一天又碰一个偷车贼，啊，哎呦！前辈呀、啊，久仰久仰久仰！看来咱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谁跟你一家人？对，一家人。那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我干的活多了。就你这自行车啊，就这样的，我都不看在眼里。哦。那电动车啊，我根本没心思偷。要偷值钱的，小轿车。哎呀，两厢的，嗯，三厢的，带斗的不带斗的，宝马、宝来、奔驰，这反正都偷过。看来是个大的，
好。那我问问你，你干这行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带干不干？30多年了我。我跟你说，打一上手，我就开始看大门。看大门？不是，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们偷，我望风看门。哦，看来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手底摆上号人呢。还是个犯罪集团啊！哎呀，我去。那我问问你啊，你干的挺好啊，那你肯定是老大。何不敢做？老大啊，哪个单位都这样，他是管钱的。那，你敢藏点私房钱啊？哎呦，后悔说，嗯，保证说，一血一下落，天天晚上叨叨叨叨叨叨，耳朵得支起来听，不听还不行，那谁敢呢？我怎么听着像我媳妇儿啊？你媳妇儿？不是，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老大手底下干，肯定特别辛苦吧？太苦喽！我跟你说，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要说他能力可真强，是吗？周边街坊四邻啊啊，没有一家的情况他不知道的，哎，哪家有什么东西他门清，可别让他看见，可别让他盯见，他只要看见盯见了。拿下！这样的大贼，我也得拿下。那我受不了了，我赶紧打电话，我撑不住了。哎，你能让我见识见识你们老大吗？见识行，嗯，得他不在，我得给他打电话。赶紧打电话，能打电话？赶紧！这他妈笨贼哎！哎，媳妇儿，快点，我争一贼，快过来，就刚才那地儿，快点！哎。赵大姐啊，我在这儿抓了一个贼，赶紧过来啊，快点，抓紧时间。兄弟，老大一会儿就来。啊，好，你可得挡着。我坐这歇会儿。来，坐歇会儿。你得挡着啊，我肯定等着。我老大一会儿就来。注意到，我是治保主任赵大姐。抓贼！哎，谁是贼？他。谁是抓贼呢？我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先放开，好好说。放。哎呦，呵，这。你先说。我是抓贼的，他是贼。他是贼，他是偷车呢，让我看见了。你闭嘴！怎么证明？怎么证明？这是我的证件。哎呀！您新来的高所长。对。哎呀，你好，这误会了。我也不是贼。啊。你怎么不是贼啊你？啊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看大门的。对，看了30多年，你是个老贼呀你！不是，好好解释。不是我呀，我看大门，周围街坊邻居都认识我，谁不认识我呀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是这儿的治保主任。啥？啊，的家属。哦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明白了。看来还真是个误会。对，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哎，但是我得跟你们说两句啊，你们的。小区群防群治工作很不错，嗯，但是大哥，我得跟您聊两句。抓，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一定得报警。哎呀，这个所长你多虑了啊！你想这块儿，那谁不认识我呀？还吹呢。